往后上工的时候，合理分配劳力，该男社员干的男社员干，该咱女社员干的女社员干。你们看看人家女人啊，撒的又匀又实，你们这干的就剩活，还不如回家抱孩子嘞。歇歇什么歇啊？你赶紧干！哎哎哎哎哎！大伙儿听好了啊，今天是咱扫盲班头一回上课啊，盛世扫盲啊，是是是是啊。 一早听过那些话，听着了。娘就是左耳朵听，右耳朵出，还得买上老种牛，牛下牛，三年就是两群牛。人家经验会上说，远抓林，近抓木，农林牧副吃饱肚。哎，县委有什么事儿？这男女工分不平等的事儿，就应该合理分配劳力，男社员、女社员都应该有积极性。 社会主义才能大发展，大伙说对不对呀？这位就是《人民日报》的韩记者，你好，《人民日报》，我知道。